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第十一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场比赛是中国队的第七场，对手是塞尔维亚队。担任今天比赛的第一裁判来自日本，第二裁判来自希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塞尔维亚的首发队员。有五号科斯马诺维奇，六号马列舍维奇，七号主攻莫尔纳，八号安东耶维奇，十三号杰里卡，十六号副攻手拉西奇，他们的自由人是十九号波波维奇。主教练佐兰特尔基奇。中国队今天的首发和之前的比赛还是一样的，主二传八号魏秋月，接应十七号张磊，两个主攻是一号王一梅和四号惠若琪，副攻手是九号杨俊金和十五号马玉文，自由人是七号张贤。主教练于觉敏。在今天这场比赛之前已经结束的六轮比赛里边，中国队目前是暂列第四，在这一轮开始之前四胜两负积十三分暂列第四，塞尔维亚队是三胜三负积十一分，和中国队有两分的积分差距，暂时排在第六位。第一局比赛首先是中国队发球，今天中国队穿的是一身蓝色的比赛服。现在双方的第一局比赛开始了，中国队第一局魏秋月先发球，短平快，中国队把球防起来反击，好球。球没有过来。塞尔维亚队在处理这个球的时候触网了，中国队连得两分。这是马列舍维奇扣球又再次出界，一开局中国队开局不错，三比零。一传到位，打了一个背快。那中国队在札幌这一赛区的比赛第一场对巴西的时候，一传到位率还是不错的，全队的一传到位率达到了58.88%。远网的短平快，十六号拉西奇是刚刚从青年队，进入国家队的选手，这是一个近体快球，打手之后落在中国队的场地上。中国队触网，
今天比赛开始之后，今天呢，来自希腊的这位二才呢，他对触网是看得比较严，已经分别吹了双方各有一个触网，都是比较轻微，但是看得很清楚。那么拉希奇呢，也是被认为是非常有天分的一个球员。他进入国家青年队，塞尔维亚的国家青年队，只打了十来场比赛就被主教练特尔基奇看中。这球落在界内。六号主攻马雷舍维奇，这是1991年出生，也是从青年队刚刚上来的选手。七号莫尔纳，或者其实就防得不错。二号位反击漂亮。这个直线球破坏了对方一传，对方的球没有上好，惠若琪一个探头把球打在对方的场地上，中国队要把比分超出6-5。16号拉希奇身高有1.93米，1990年出生。其实从这个开局来看呢，拉希奇在3号位的球非常多，他的近地快球、短平快都有。现在拉希奇转到了后排，处理球，塞尔维亚有反击的机会。二号位的强攻，13号杰里卡把球打中。杰里卡1992年出生的选手啊，那今天我们看到塞尔维亚队在很多主力队员有伤兵满营的情况下，很多青年队的选手迅速补充到了国家队的一线队。二传是后排的，这个球过网击球了。8-6，塞尔维亚队领先2分，到了第一次技术暂停。那么今天这场球呢，对中国队来说很关键。如果能够赢下来的话，将继续保持排名在前三，因为在今天稍早的一场比赛，在冈山赛区，多米尼加是3-2战胜了德国，这样使得德国队在这一轮过后只拿到1分积分。不过塞尔维亚队现在虽然只是排在第6，但是他们的积分和前面的球队差的并不多，也会全力争取这场比赛。如果后面能够打好的话，塞尔维亚还是有机会把这个排名往上走的。所以这场球对于双方来说都是要全力争胜的一场比赛。塞尔维亚队在今年9月底到10月初刚刚结束的欧洲锦标赛上，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欧锦赛冠军。那么他们的教练员特尔基奇是2002年开始担任塞尔维亚国家女排的主教练，在他担任主教练的这9年时间里，为塞尔维亚的女排创造了很多新的历史。现在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的第一局比赛。塞尔维亚队失误。好球，魏秋月单人拦网得分。这个球魏秋月应该是在空中有一个倒手，拦对方的直线。
塞尔维亚队换上四号兹维科维奇，这名选手是1988年出生，换了一个二传。还有后排进攻，这球扣出了界外。这个球其实组织的还是不错的，几乎是个空网球。中国队叫一个暂停。双方继续比赛，10-8，塞尔维亚队领先2分。前面，保证了一传，马玉梅一个背飞把球打中。莫尔纳的一个小斜线。那现在在场上的首发阵容里头，莫尔纳是队中的一位老将，他参加过2006年世锦赛、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锦赛、2007年世界杯，就是过去塞尔维亚女排参加的这些大赛，他都是队里的主要的队员。飞吊球，5号科斯马诺维奇，这也是从2006年世锦赛开始，塞尔维亚女排的世界杯、世锦赛和奥运会都参加了的队员。好球，双人拦网拦得漂亮，这球杨俊宁。从接应这儿打一号位后攻。今天塞尔维亚呢，他们首发二传是8号安东耶维奇，但是现在已经换下，现在在场上的二传手是4号兹维科维奇，接应是13号杰利卡，两个主攻是7号莫尔纳。他们的两个副攻是16号拉西奇和5号科斯马诺维奇。有一个擦网落在了对方场地上，塞尔维亚的两个主攻是7号莫尔纳和6号马列舍维奇。塞尔维亚队再换人，17号维耶科维奇换下了拉西奇。这球没有防起来，
个换上来这个维科维奇，应该是也是90年出生的选手，但是他在2008年的时候就参加了奥运会。看得球弹了一下网带，好在是落在对方那边。塞尔维亚队一传垫飞了，中国队16-14领先，在第二次技术暂停的时候反超，现在领先2分。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中国队和塞尔维亚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交锋，这是第7轮的比赛。在前6轮比赛过后，中国队是暂列第4，这场比赛如果能够战胜塞尔维亚队的话呢，中国队将会排到前3，因为在之前的一场比赛之前排第3的德国队是2-3输给了多比尼加。现在意大利队呢还是7战全胜高居榜首。塞尔维亚队叫一个暂停，中国队现在拦网是得了6分，对方1分未得。又是反击机会，中国队触网，中国队在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当天晚上马上观看了日本队和塞尔维亚队的比赛，那场球是塞尔维亚3-0取得了胜利。所以通过赛前对对方的了解，也是在开局的时候拦防现在是比较清楚，拦网已经得了6分，不过塞尔维亚队比分并没有被拉开，现在16-17。无功过网，张磊打跑动，好球！莫尔纳的线路还是打得很清楚，一个小斜线把球扣中。
中国队的失误，是塞尔维亚队现在是追到了18平。垫四号位调整强攻，把球拦回，塞尔维亚队连续在四号位打，这是打了一个拐弯，造成中国队拦网出界。莫尔纳呢，他在奥运会的时候就是塞尔维亚队主接一传的主攻这个队员，在进攻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主要是以打线路为主。他的身高是1.82米。那中国队第一局两次暂停都用完了。跳篮网后排把球防起来，但是没有组织去反击，中国队要抓这机会，还是打背快球，是一个长距离的背飞，五号科斯马诺维奇。塞维亚的二传手单人拦网把球拦了一下，反击，把球又是选择一个长线突破中国队的双人拦网。从慢动作来看，双人篮网的配合的不是很理想，球已经碰标志杆了。有防反机会，注意篮网，对方是轻打，后排防起来，王一梅开网强攻，这是一个后排的调整强攻。今天打到现在呢，中国队的两个主攻还是比较低迷状态，主要是靠两个副攻手在下球。调整强攻，篮网握果。篮网出界，中国队追回一分，21-23，看看能不能抓反击。探头准备的还是晚了一点，结果被对方把这个探头的机会给撑起来了。马雷舍维奇在四号位强攻反击，打手出界，塞尔维亚队获得了局点。哦，这球真是敢下手啊！塞尔维亚队25-21
先胜了第一局，1-0领先。李宁黄金赛场。飞翼、轻翼、畅翼，狂烈、狂猛、狂霸，利器配英雄，演绎以强力强的传奇。2011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合作伙伴，统一润滑油，来自壳牌统一石化，与 CCTV 为您呈现精彩赛事。你能想象没有润滑的世界吗？润滑的力量让世界更顺畅，统一润滑油。我们继续在札幌的北海道综合体育馆现场为大家介绍今年的世界杯女子排球赛，中国队和塞尔维亚队的这场比赛。第一局比赛是塞尔维亚队25-21先胜，现在第二局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在前面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这场比赛的结果对双方来说都还是比较关键的，现在已经到了比赛的中段。吊球，吊球吊到一个空当。中国队在前六场比赛是4-2积13分，塞尔维亚队是3-3积11分，双方的积分差距只有2分，而且在第六轮结束之后也是分别排第4和第6，都还是后半程可以继续拼一拼的这个排位。中国队今天的拦网发挥还是不错的，杨俊京又是一个拦网得分。那么这个塞尔维亚的主力接应也是他们的队长布拉克塞维奇，这也是我们大多数排球观众都非常熟悉的球员，去年在中国联赛打球，今年这个赛季他将转会到日本联赛当中效力。由于在之前就是欧锦赛结束之后做了手腕的一个小手术，现在呢还是手上要训练或者比赛还是要打着绷带。他们的主教练特尔基奇也是出于保护运动员的这个考虑，这次比赛基本没有怎么让布拉克塞维奇出场。杨俊京发球直接得分。杨俊京是第一年入选国家队，而且第一次代表国家队打世界大赛，那这次比赛他的表现是相当不错，目前在最佳扣球的排行榜上还是排在第一。塞尔维亚的四号位进攻呢，它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不是那种高举高打，不是特别慢的这种高的调整球，也比较强调速度。这一局比赛一开始，特尔基奇还是让八号安东耶维奇首发打二传。刚才是换了一个副攻，扣球下网，自己的失误。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也是拦网得分很多，占了明显上风，但是自身失误也比对方要多一点，所以在这一局应该注意减少自己的失误。线内，这球压线底线。
7-3。远网短平快，17号，威尔科维奇。中国队是8-4领先，现在到了第二局的第一个技术暂停。这段比赛呢，可以看到塞尔维亚队他们的队员下三路的基本技术还是要比较粗糙一点。那中国队这段也是在发球上给了对方比较大的压力。在这次比赛之前呢，塞尔维亚的老队长尼克里奇因为伤病退出了本次世界杯，没有参加。那布拉克塞维奇虽然来到了日本，但是也基本没打。在比赛当中，他们的另外一个主要队员马拉古尔斯基又在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就受伤了。24球得手，塞尔维亚队的进攻也是多点，他的三号位的快球也是很多。好球，张磊，对方拦网出界。球，杨俊京自己拦网，形成有效拦网，而且反击也打得很快。现在张磊在回到队中之后呢，可以看到他确实他由于他参与战术跑动，所以给自己的副攻
尤其是在杨俊京，因为他跟杨俊京在一块儿打的，在前排有两轮他们俩在一块儿，所以他的跑动呢也给杨俊京吸引了对方拦网的注意力。中国队领先五分，还是王一梅在发球。小斜线，赫尔奇在四号位靠球得分。拉希奇这种球都是高快球，在三号位凭高度基本硬吃对方。我觉得中国队在拦网这个环节呢还是要坚持坚持像前面那样，还是要比较注意我们的手型。虽然拦到了不少，但是也有很多球是中间并得不齐，手型不好被对方打了破坏性拦网的。冲进打一个短球，赫尔奇刚刚在前面打了两个好球一个小斜线，一个冲进短球这球二传可能觉得他的状态是不是出来了魏秋月说给一个吧，如果这球再能下去呢就好了。其在后排强攻打手出界，16-11，中国队保持着五分优势，到了第二次技术暂停。赫尔奇虽然前面有一个被拦，但是这一段得了三分扣球，状态有一些起色。
双方继续比赛，16-11。快攻打后区，这球是一个单人拦网，6号马雷舍维奇。中国队叫了一个暂停，现在双方继续比赛，这一段让对方追上来呢，还是我们的失误。王一梅再强攻，好球，这球后排防得不错，吊球，哎呦，对方推了后排一个大空档啊。杨俊英的背后球非常快，对方确实不太容易跟上他的节奏。探头没有把握住，张磊奋力把这个球救一下，无功过网，拦网出界。塞尔维亚的3号位的进攻呢，是他两个副攻确实都很有特点，都是高快球，而且有的时候比较远网的球。而且他们的二传呢，也是远网的时候也敢组织。这球落在界内，这个球是压线。塞尔维亚队追上了，追到了18-19。发前区，这球塞尔维亚队发球发这个2号位前区呢，就是想破坏杨俊京的背后球跑动，但没有奏效。
反击机会啊，抓这个球，漂亮！这个反击机会来的不容易，费洛奇四号位的一个斜线把球打中了。塞尔维亚队再叫一个暂停。现在双方回到场上继续比赛，刚才惠若琪抓了一个反击强攻，把球打中，中国队又领先了三分。中国队换人，十一号徐云丽换下马韵文。全扎网了。保护起来，调整，再强攻，好球！那在第二局比赛呢，惠若琪是率先走出了不下球的泥潭。双人篮网得分，徐云丽，中国队获得了这一局的局点。这一局的鸭子肯定是跑不掉了。塞尔维亚队扣球出界，这样25-19。中国队在这一局，在对方追到18-19的时候，并没有慌乱。篮网出界。调整强攻没有能够过去，这样塞尔维亚队追成了14平，中国队请求一个暂停。
14-14，双方继续比赛。塞尔维亚队16-14领先，到了第二次技术暂停。好，双方回到场上继续比赛。塞尔维亚队现在16-14领先2分。张磊撤下来接一传，双人拦网得分。篮网时候又触网了，这段呢，中国队的两个副攻也先后遇阻，啊，一人被拦一个，进攻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中国队两次暂停都用完了，场上还是对方领先3分。这球塞尔维亚队险些配合失误，但是靠着手长啊，这真是手长。
这球是塞尔维亚队触网。现在塞尔维亚队换人，两点换三点吧，这是两点换三点，换上八号安东耶维奇，同时布拉克塞维奇也换上场，这回是当攻手换上来的，不是当拦网换上来的，两点换三点。一传飞了，抓这个机会，哎，这还是调整工，这个机会没抓住，这四号位太软了。防得不错，漂亮，中国队把比分追平，20-20。中国队换人，荀立上来，还是拦对方的17号，张磊把球防起来，范琳琳强攻，对方有效拦网，布拉克塞维奇，中国队双人拦网，徐云丽拦网得分，中国队要把比分超出，前面是2-1领先，如果这一局能够把握住的话将取得胜利。塞尔维亚队叫了一个暂停，双方继续比赛，21-20，中国队已经反超了，再次防起，对方三人拦网，调整强攻，这球布拉克塞维奇是凭经验，有点中国队还是把杨俊京再换上来，塞尔维亚队发球出界，这段防快球防得不错，这球在处理的时候过中线，
塞尔维亚队换人，两点换三点再换回来。四号齐科维奇和13号杰里卡。好球，大斜线。现在23-22。奋力的把球救回来。但是张磊这球没拍过去。双方打成23平。这是一攻这一传还是挺关键的。一定要顶好一传。打交叉，漂亮！张磊是看着后排的空档打，赛点。擦网，哇！一个运气球，最后杨俊京发球擦网，落在了场地上。这样中国队是25-23取得了这场比赛的第四局的胜利。中国队是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连扳三局，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这样中国队呢在这一轮比赛过后将在积分榜上应该是重返前三，为打进世界杯的前三名还是有机会的。体育晨报栏目由路由体育，我想我能路由。好，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中国队和塞尔维亚队的比赛，现在是第三局。前面双方打成了1-1平。还是依靠张磊的跑动进攻，对方拦网出界。杨俊京今天发挥的非常出色，到目前为止还是杨俊京一共已经得了13分，扣球8分，拦网3分，发球还有2分。好球，又抓了一个反击。费尔奇现在是扣球8分，拦网2分，一共也得了10分。
出门好球，这个一二点的配合啊，能够互相掩护，对方不知道你是一点还是二点，靠整体的跑动战术。现在在二三号位这个局部呢，就是二号位这个局部，中国队还是体现出了以前的一些特点和优势。塞尔维亚队扣球出界，这个拦网跟得稍微慢了一点。塞尔维亚队反击，今天这个确实应该换换人。王一梅到现在为止仅得到一分。我们发球发在界内，中国队请求了一个暂停。双方继续比赛，塞尔维亚队6-5领先。马云文现在处理球还是比较有经验，像有些球在对方发有意识发前驱找他，或者无功过来的时候也有意识先推给他的情况下呢，他处理的不是那么慌乱，能够先保证把这球垫好。塞尔维亚的两个副攻呢，一个是高快球，再一个他们有很好的这个制空能力，所以中国队拦他们的时候本身高度上你就很吃力，然后由于他又有制空，所以现在对对方的两个副攻还是制约不够。魏秋月二次吊球得了两分，对方也想学一个但是没学成。拦网窝果，8-7，塞尔维亚队领先一分，到了第三局的第一个技术暂停。
现在双方回到场上，第三局的比赛继续进行。这又让人想起了法比安娜刚出道的时候，在三号位都是硬吃对方的助攻手。今天前面这一段呢，中国队的一传保证的还是不错，所以两个复攻快攻都能够打出来，后面还是得坚持。拦网时候触网了，这时候一传一旦不到位，就是要想一攻要想打过去就很难。中国队换人，十八号范琳琳换下一号王玉梅。范琳琳上来之后呢，从这一轮来看还是解放张磊，让张磊可以不用接一传，在有些轮次上，因为张磊在前排的时候，对方用发球一找他呢，就把他的前排进攻给破坏了。球扣出了界外，塞尔维亚对自己的失误。莫尔纳还是靠打点打线，马云文背快，塞尔维亚这十六号、十七号这两个队员年龄都不大。十六号拉西奇是九零年出生，十七号也是九零年出生的，一个1.93米，一个1.90米，简直就是三号位的两根弹簧。今天一上来呢，就看到中国队的两个主攻，两个先发主攻，状态相当一般。中间惠若琪稍微好了一段，在上一局，现在又被摁住了。
16-12，塞尔维亚队领先四分，到了第三局的第二个技术暂停。塞尔维亚的队员都显得从面孔来看都显得比他们的实际年龄要成熟，像七号莫尔纳一看那个特写感觉已经30多了，其实已经才26岁，刚才这个13号杰利卡是1992年出生的，其实才19岁。好球！今天这场比赛，两个队都是靠副攻打，只是双方的特点不一样。塞尔维亚队是在3号位，高快球或者短平快球，中国队主要是打背后背飞和背快。这说明双方呢在今天一传都还是有一定的基本保障，所以两个队的快攻都能够打出来。其实从一传到位率来说呢，塞尔维亚队现在应该是没有中国队高的。霍尔奇一个1-1，这个球是范琳琳，一个1-1把球打死了。这边给晃空了，但是塞尔维亚队扣球出界。看看中国队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现在17-18。后排防得不错。来个背飞没有传好，反击机会，对方把球拦回保护起来，哎，两人又抢了，范琳琳轻打，对方4号位的强攻，好球，杨俊京拦网得分。今天杨俊京在8扣篮，3个环节都有很好的表现。中国队追成18平，塞尔维亚队请求了暂停。
今天这场比赛呢，双方的防反并不是很多。嗯，也说明都是在这个下三路的技术上都是有一些差距。现在18-18。塞尔维亚队连续扣球出界，他们前面16-12领先，但是这一段在中国队逐渐把比分追上来的时候，队员的心态上是有点波动，特别是刚才在一号位一个后攻啊，空网球打出界外，还是依靠他们的副攻手的快攻。界内，这球丝线示意界内，中国队现在在前排又换上徐云丽，还是想抓篮网。塞尔维亚队在这一段是三个扣球失误，塞尔维亚队换上9号维索维奇，在中国队有很好的机会，21-19。塞尔维亚的这个二传在传4号位调整球的时候，传的质量是比较一般。塞尔维亚队叫了暂停。塞尔维亚队这一段呢，也是因为他们现在老队员有很多都是受伤了，所以今天在场上的阵容年轻队员比较多，也是有这种很大的波动，看看中国队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换徐云丽上来呢，可能也是希望能够利用他的高度上的一点点优势，能够限制一下对方的3号位快球，因为他的身高比是三个副攻里最高的，篮网也比较出色。中国队请求暂停，要压一下对方的士气。现在塞尔维亚队追到21-22。现在中国队只要坚持好一攻，应该这一局还是有机会的，22-21。好球，张磊利用第二点的跑动，2号位扣一个斜线，
球，有效拦网，没有抓住这机会，对方二号位在强攻，杰里卡把球打中，布拉克塞维奇在第三局的这个关键比分22-23的时候，布拉克塞维奇出场了，左手的手腕前臂还是缠着绷带，后排防起来，还有这球要调好，强攻，塞尔维亚配合失误，打快球，交叉漂亮，打了一个前交叉，中国队获得局点。布拉克塞维奇是在本次比赛之前被任命为塞尔维亚队新的队长，但是由于这个手腕做了一个手术，所以他们的教练呢在比赛当中基本都没有让他上，刚才也是换上来主要是利用他的高度抓一下拦网，好球，这球后排防得不错，塞尔维亚队打得也很顽强，23-24，中国队还是要坚持好自己的一攻，接下来是打一攻，能够拿下这一局比赛的机会。塞尔维亚队换一个二传，换上四号基科维奇，把八号安东耶维奇换下。这时候的这种换人呢，也是应该是要抓拦网，很关键的一个一攻。一传到位，背飞，好球！马颖文背飞打手出界，中国队是25-23，在这一局12-16落后的情况下，逆转。好，观众朋友。现在双方又回到场上，接下来中国队和塞尔维亚队的第四局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经过三局比赛之后，中国队是2-1领先。发在界内，在这一局比赛，中国队的首发队员还是由范琳琳在打主攻。范琳琳和惠若琪在主攻。这又是一个擦网球，塞尔维亚队换了人，他们的二传手现在是由基科维奇在场上，这是发球的四号，张磊在三号位的一个半高球。像塞尔维亚队呢，他们虽然在最近的这些年在主教练特尔基奇的率领下取得了很多成绩上的突破，但是国际比赛的经验还是相对少一点，尤其在和亚洲的球队在对抗的时候，对这种跑动战术很多的拦防，今天可以看出来他们还是不太适应，他们年轻队员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下更是如此。所以今天中国队的复攻的快球接应的跑动都非常成功。虽然这个球反击没有抓住，但是中国队呢对对方的三号位的高快球已经有了一定的防守成功率，拦还是拦不着，但是后排加强了防守。
这球拦在界内。其实这种年轻队员在这种比赛里边有出场的机会是很好的一个锻炼机会，而且也是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啊。但是今天确实范琳琳上来之后也让这个也是在这个一传上等等方面还是有问题。惠若琪单人拦网，拦死了对方的接应杰利卡的一个强攻。其实塞尔维亚队的布拉克塞维奇呢，他自己表示其实他自己很想上场，在这个比赛里面他感觉伤已经差不多了，但是他们的教练一直都没有让他上。好球，张磊打一个长线后排的空当。后排很好的防守，塞尔维亚队8-6领先，到了第一次技术暂停。这场比赛呢是副攻决定着战场上的主角，决定着这个比赛大的走势。现在就看双方的两边的强攻哪一方能够更早的有人站出来。现在打到第四局呢，中国队是杨俊京扣球得了9分，一共是得15分，因为他还有4个拦网。惠若琪10个扣球得分，其实惠若琪今天的表虽然遇阻也比较严重，但是还算比较正常。张磊是扣球11分，发球1分，得了12分。又是一个二次吊球。
塞尔维亚队这个串联也是出了很大的问题。球打标志杆了，这个直线拐得非常好，这个直线打得漂亮。张贤今天在防守的时候也照顾的面积很大，防守成功率很高。塞尔维亚队的一传又接飞了，维索维奇这球垫出了界外。探头，一传又送了一个探头。塞尔维亚队换人，换一个主攻手，六号马列舍维奇替下了九号维索维奇。九号的两个一传，一个直接飞，一个送探头，跟失误也区别不大。哦，好球！杨俊京拦网再得一分，杨俊京的拦网已经五分进账了。拦网出界，
现在双方继续比赛，21-20，中国队已经反超了。再次防起，对方三人拦网，调整强攻。这球布拉克塞维奇是凭经验有点。中国队还是把杨俊京再换上来。塞尔维亚队发球出界。这段防快球防得不错，这球在处理的时候过中线。塞尔维亚队换人，2点换3点再换回来。4号基科维奇和13号杰里卡。好球，大斜线。现在23-22。奋力的把球救回来。但是张磊这球没拍过去。双方打成23平。这是一攻这一传还是挺关键的，一定要顶好一传。打交叉，漂亮！张磊是看着后排的空档打，赛点。擦网，哇！一个运气球，最后杨俊京发球擦网，落在了场地上。这样，中国队是25-23，取得了这场比赛的第四局的胜利。中国队是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连扳三局，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这样，中国队呢在这一轮比赛过后，将在积分榜上应该是重返前三。为打进世界杯的前三名还是有机会的。那么接下来呢，会公布一下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按照惯例应该是给胜利的这一方的球队。我们看看今天是评给了谁。那这场球对中国队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首先是对裁判的一个颁奖，要感谢这次比赛的裁判员，最佳裁判的一个颁奖。来自日本的国际级裁判 ，FIVB 级的裁判。
啊，中国队的九号杨俊京被评为了本场的最佳球员，其实今天他的发扣篮表现是相当出色的。好，观众朋友，那这场比赛的现场的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好，欢迎回来，感谢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贵人鸟直播周末。刚才我们看到杨俊京获得了本场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从他本场比赛的表现和数据来看是当之无愧的。整场比赛杨俊京得到19分，其中进攻11分，篮网5分，发球得到3分。这场比赛呢，确实对中国队来说这场胜利啊意义非凡，而且是来之不易。我们0-1落后，最终逆转获胜，战胜的是今年欧锦赛的新科冠军塞尔维亚，并且呢凭借这场比赛的胜利，中国女排积分已经达到了16分，可以重新回到前三名的位置。那么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呢，今天啊确实他们也经受了考验，因为塞尔维亚呢是一支强攻实力非常突出的球队。我们看到队员在获胜之后确实心情非常的开朗啊，尽管昨天呢是冲击巴西最后关头功亏一篑啊，但是昨天呢他们确实收获了信心。那么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中国队整体的表现啊，中国队在篮网这个环节呢反而是16-12领先对手。还是请李颖来点评一下这场比赛。首先呢，我觉得要祝贺中国女排取得了这么关键一场球的胜利。那么我觉得中国女排今天整体来讲打得非常的清楚，虽然对方呢在强攻和网上的攻击力上非常的强，但是我觉得中国女排坚持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受任何影响。那么我们也看到魏秋月她在组织一攻上我觉得是很明确的，那么在有机会一攻一传到位的情况下，我们基本上都在打利用两个副攻快球背快以及张磊的这个交叉和背交叉，我觉得打得非常的是非常成功。那么也使得对方对我们这跑动两点攻的拦防是非常不成功的。那么今天我觉得逊色的一点就是我们两个主攻的发挥稍微有点低迷，如果两个主攻发挥再好一点的话，我想3-0的球就可以拿下来的。对，今天呢从整体来看，惠若琪的这个状态也是有一些起伏，而王一梅呢在开场之后呢就比较低迷，所以呢后来干脆呢就换上了来自81队的范琳琳。那么王一梅在前面呢今天这场比赛呢她的出场时间里面总共只拿了3分。那么范琳琳上场之后啊，尽管她的个人实力并不是太突出，但是还是表现出敢打敢拼的气势，全场比赛范琳琳拿到了7分，所以这场比赛确实要祝贺中国队。那么中国队凭借这场比赛的胜利，现在积分达到了16分。我们看到的现在是本场比赛中国女排在场上非常精彩的发挥，而且呢另外一点，他们的后排防守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好的，欢迎回来，我们再来预告一下中国女排接下来的赛程。那么在明天的这个下午1:30会给您带来的是中国队韩国的较量，应该说中国队目前的状态